每个人都在忙着收获。是人工嘞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小型的收割机，但是小型的收割机沉闷的。我们放在这个稻草上面，看就是这种的哦，机器，我们还要把这种扎成捆的这种谷子里面碾啊碾，然后把那个稻谷给碾掉。我们小时候管这个，但是跟以前相比已经是轻松不少。哦，这还够再来不咋你看这颗粒都不怎么饱满，收成肯定就要收工回家喽，喂，是你们兑现诺言的时候了，看吧，还有这么多没。哦，逮了，躲起来。哎呀，看天气预报，后面几天可能会下雨，所以今天。现在我们已经拖完了，在这里装袋，在这里歇会儿。再接条子走嘛，走。给了。妈，我们这今天总共打的好多斤了？今天一共收了30。加油啊！加油干！